嗱，呢一個同一個色通咧，都係望得非常之舒服嘅。咁我頭先介紹嘅呢一個闊褲咧，都可以 carry 到一個比較斯文啲嘅穿搭，都絕對冇問題嘅。因為我慣性唔中意係啦條蝴蝶結位，係我一定係收入去嘅。咁因為呢個褲款咧，而家即咁樣配襯出嚟咧，有啲似西褲，因為呢一個褲呢、這個闊褲款咧，雖然話佢係一個比較 hea 或者比較 chill 啲嘅闊褲，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，佢係有曬啲做工似即西褲嘅藍本去做設計，係啦，咁所以同樣都可以配襯一個比較 lady 啲嘅造型，甚至比起頭先襯珍珠牛仔褲呢一個穿搭係更加斯文添，因為始終都係有少少西褲嘅影子或者味道，咁我再襯咗個紳士鞋，係啦，咁令到嗰個氛圍或者嗰個觀感上咧，比起襯牛仔褲咧再斯文啲嘅效果，係啦，都絕對冇問題。咁我係呢個咧係一個奶油色嘅配搭，咁佢個 lace 咧中間嘅部分啦，同埋上面呢一 part 咧係奢侈咗嘅，下面咧就係啦放任嘅，咁啊做翻一個活動自如啲嘅一個係啦狀態，咁呢個係蝙蝠袖嘅款式，係啦蝙蝠袖嘅款式，咁三腳嘅部分咧就有少少收翻入去嘅，係啦收翻個線條嘅，唔會話即係一味闊住咁樣做，咁啊。cotton 嘅布料啦，呢、這個實色唔透嘅，唔需要額外打底。咁、那個手袖咧就係、是、一個7分、8分左右嘅長度啦。咁我影相嗰陣時咧，同埋而家咧都係咁樣摺起咗一下嘅。係啦，咁呢個都襯牛仔褲都係好好睇嘅。咁如果中意 lady 啲嘅，咁襯呢一種嘅偏向斯文啲嘅褲褲啦，或者頭先有 style 啲嘅珍珠牛仔褲啦。如果最 basic 嘅襯阿巴牛仔褲咧，都係好好睇嘅一個狀態嚟嘅。